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这样看得到吗？下来一点，这样子，这样有没有？这样 OK 吗？那就下来，可以啊。哦，现在录这个鲁夫四档 four 开箱文。哎，录那个弄到一半哈。好，箱子。哎，不知道开箱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已经打开了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组合的动作哈。看来是要把这个，他是吃到什么怪怪果实啊？怎么会变分解了没有？哎，我们现在把它，组合回去哦。基本上就是一个组合的概念。我嘛唔知我咧，我嘛唔知我咧讲啥小。这个好朋友帮忙买回来的，听说很抢手，为什么？因为去买就没了，还有人一次给他买十几组，会不会太夸张啊？你不要这样嘛，这样害我们要收集就没办法。然后这个就从他后面给他千年杀有没有？从这个角度有没有？给他咕嘟，不是，是从侧面的千年杀，看一下。OK， 啊，那歪歪啊，好像有点没有 balance 哎、欸，啊，不是因为这边太软，它靠不住，因为它现在踩到地板是歪的，有没有？好吧。应该没有组错、啊，你可以告诉我大家要干嘛吗？放在盒子上，它或许比较好站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哦，对了，这样就站住了。我一直不晓得它到底要跟我讲什么，不好意思，直接破坑。好，有没有？因为它这个脚尖里面还有个东西踩，你知道吗，各位？对，因为里面的东西踩到还会掉。好，今天开箱文就到这边，四档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